法拉利姐超商演唱会没有极限，捷运站朗塞弟弟傻眼。法拉利姐张婷婷转往直播圈发展，只要粉丝打赏，她几乎有求必应，因此啊，被网友戏称“小摊婷婷”。捷运站朗塞也是信手拈来啦。弄湿碗在超商外面学吉娃娃。好了，我那个下来了。那个电厂，我在里面那个我妻儿这边哦，就是那个就好了，谢谢哦。好，店长说 OK。弄湿。一夜我的小酒来，小酒来两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爸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